体验法国国王派牛哥动作慢被吐槽。里面有一个桃子的小娃娃，我们觉得是一个带来好运的东西。年纪最大的人是谁？他是要切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块吗？还有我，你还没开始吧？切了，切了。我一直想要切，然后你一直在讲，然后我就没办法切。不得不说，你切的有点慢。今晚八点，就在东森综合三十二频道。今晚开战吧。